你俩有暗号实锤呀。刚开始一切都很正常，突然不安分的哥哥开始作妖了。呀呼呀，大宝突然蹦出来一句呀呼，小宝直接接了句呀呼呀呼呀。小宝呀，你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呀，而且你还正在念稿子呀。你哥只要一出声，不管你在干啥都第一时间秒回的吗？你这完全都没有过脑子吧，这是条件反射，直接张口就来了呀，这配合度也太高了。我准备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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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准备好了。我的天哪，太傻。我的天啊，这是我认为最甜的互动了。小宝的语气真的好宠溺呀，自家的哥哥真的可爱的爆炸。